哥哥，我们一起玩沙子。我带你玩更好玩的推土机教程。第一步，找出所需的大颗粒积木，搭建推土机。第二步，搭建推土机的大轮子。注意喽，积木推土机一共由114颗大颗粒积木组成，非常好玩哦。第三步，搭建推土机车身，牢固拼搭。第四步，搭建车身和挡泥板，防止尘土乱飞。喜欢教程拼搭可以点赞关注哦，后续更精彩。第五步，继续搭建车身，孩子拼搭积木有利于发挥想象力哦。第六步，搭建车身和大灯部分。第七步，搭建车头部分和大灯组件。第八步，搭建驾驶室部分和车身。注意了，积木推土机一共有多少颗粒组成呢？知道可以告诉我。第九步，搭建推土机的排气系统。第十步，搭建车头部分和大灯。第十一步，搭建车身和外观，让推土机看起来更漂亮。这款玩具有十个造型拼搭，非常有趣。第十二步，搭建排气管和大灯。第十三步，搭建车身和前大灯。第十四步，完善推土机。第十五步，搭建驾驶室。最后一步，搭建推土机的机械手臂。弟弟，上车，出发。弟弟好厉害。下期再见。